柯南粉最关心的三大问题，灰原哀篇。一，灰原哀喜不喜？上一路的艰辛，你说是吧？三，灰原知道 boss 身份吗？直接告诉你答案吧。是的，他的确知道 boss 是谁。青山已经亲口说过，灰原难道不知道 boss 身份吗？之类的话，其实灰原也亲口承认 boss 的身份会让你难以置信，只是为了保护大家才阻止柯南追查下去。他将真相称之为不能打开的潘多拉魔盒，也可见酒厂 boss 是一个实力极其恐怖的家伙。甚至还可以再告诉你们一个信息，灰原还知道工藤新一这个人在半个世纪前就被组织列入了某个名单，不过一直对柯南隐瞒着这个事情。其实你仔细想想就知道，就连清酒这种级别都不知道 AL 的作用，灰原却能接触到酒厂这种地步，也自然说明了他曾经的地位，差不多能和 BOSS 面对面沟通了。